经理，坐下。咱头拄仔讲啊，即个四万外一箍吼，四万外一箍就是四万箍旧台币换一箍新台币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即摆若新台币有100块的时阵，就是当时吼、哦，就是讲你有400万，啊，400万能做偌济代志？啊，你即摆落底啊一百箍来坐计程车，有当时啊都无够。四万换一块，啊！即马阁讲来，血税付出，虾米叫做血税？咱税金就是讲，你政府甲卡即个房屋税、所得税，就叫做税金嘛。啊，虾米叫血税？你用个你的血流出去的，叫做血税。咱台湾人有去交？中国有血税无？有，哦，咱伫即个民政府内底拢有伫讲，即、这个中华民国一来台湾，都来甲台湾人少年家看少年家就掠去去做中国兵，做中国兵啊，就是血税嘛，即血税。啊，其实即血税哦，是当时荷兰人发明的。荷兰人来占台湾的时阵，是1624年来占台湾。占着台湾了后，因荷兰人头甲尾总共嘛才2000人啦尔。啊，台湾迄阵有60万人，你2000人要管60万人嘛真困难。你兵啊配来配去无够通配，所以要求满刀社的少年来做兵。哦，啊，这个做兵就是一个血税。迄阵。无做兵的爱交人头税、人头税，一个人头付偌济钱，付一领鹿皮一年。咱台湾出产鹿鞍，啊鹿皮交予即个荷兰政府，荷兰政府甲即鹿皮吼，卖去日本，啊日本的迄个武士吼，会降价，外面是铁壳还是啥物啥物？银壳啊，什么物件哦，较重的物件，内底吼，加冷，拢放鹿仔皮，鹿仔皮就是台湾的鹿仔皮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为什么台湾迄个出产鹿仔出去吼、哦，啊，血税付出就是咱台湾人抽去做中国兵，这完全无受到国际法，这国际法袂使去甲对方的敌国的人民给调来做兵。哦，这是一个真理的，你不是把敌国的人调来做兵，啊，你把调来做兵，退你去死吼、哦，哦，结果就，这谢雪红的时阵有一个21书吼、哦，中国不是战败，咱们台湾无头一个就战败台湾人咧吼，煞、哦、为中国搁调21书，常用的21书，21书来吼、哦，为登陆就开始演露台。啊！伊这台湾哦，要就有计划的台，安怎叫做有计划的台？就是你是台湾人的精英，才给你台。你若不是精英哦，伊不一定爱给你台。哦，像讲你是做个法官啦，你做个县长啦，你做个什么学校长啦，你做个议员啦，吼、哦，总台。啊，这台的中间吼、哦，台着一个姓吴的法院的法官，哦，啊这向台死，啊台死哦，因某哦，按四过找去尸体内底去找半晡，找到南港桥下去找着因翁，哦，因翁、啊、看到面对因翁。穿春一件内裤，哦，啊个蓝巴去用挂起，脱咧嘴，啊，身躯的西装拢无去，啊，这个就是吴伯雄的阿伯，哦，啊，那吴伯雄对中国国民党遐紧张，哦，
这个就是买手咱来讲着奴隶性的问题，人的问题啦，人的心理的问题吼。这个啊，血水付出就是遐个讲，这二十一师来台湾太偌济人，无人知，因为甲你车一海人死去，也无记录，哦。但是买手国个一九六二年，一九六二年的时阵哦，就到六三年有户口破绽，台湾有户口破绽，有查到吼、十二万人有这个名，有这个户口，但是找无这个人，有十二万，啊，佮加上。政府宣布有三万人死刑，哦，去给国民党拍死，三万加十二万多，十五万。啊，中国迄阵上流行一句话，我若去到这个村庄，甲恁 top 3%台死，1%台死，2%台死，啊，上加3%台死，你这个村庄都无人会晓严加反抗啊！这谁讲的？这就是咱台独大佬一个书面讲的，我当时在听讲，敢有影这款啊？结果发生在台湾，都是安尼，甲你 top 3%台死，迄阵台湾人口600万，600万的人口，这个600万的人口，那3%3×6=18，18,000人，也差不多台死15,000人，差不多4%外，算讲5%啦。好不好3%啦，吼、3×6=18嘛，无够3%2%啦，吼、哦，就要换3%啦，就是讲你精英，哦，所以真侪台湾人的精英都向台死。为什么台湾要讲建国这项代志，到我即阵代发出声来，就是咱第二代成长起来，阮细汉的时阵。爸母拢讲政治袂使插的，讲恁唔好插政治，伊原因就是甲你堵塞，堵塞到上严重的时阵哦，恁唔知有注意到无？恁的前辈哦，唱的歌哦，拢是口调啊较侪，就是悲伤的歌啦，失恋的歌啦，哦，啊，什么原因？因为心中是真忧闷呐。所以搬口条啊啦，搬迄、那个即款的哦，受到欢迎，这就是讲后创伤症候群，这就是一种病啦。咱台湾人得着一种吼、恐惧的病，哦。啊，这个我得讲二十一师的代志吼，二十一师。买酒，咱们台湾台西人以后全走去中国，走去中国，蒋介石讲有这思想用，落去对付上海，对付共产党。啊，但是咱头前吼、哦，伫高雄啊，都为拢互去掠去的少年家吼、哦，因为国民党的军队拢集体投降嘛，要投降拢几万人斗阵做一投降，啊，就台湾军队嘛，对国民党军队投降互共产党。啊！即马台湾人即马变做共产党兵啊！咧，看到即个二十一师在台湾咧杀台湾人，好，甲咧吓一个，所以伫上海甲即个蒋介石二十一师甲歼灭，甲歼灭啊！即吼，定啦，大家拢有在讲哦，中国人甲狗袂使入来，吼、哦，而且英语的专门啦，吼、哦，为什么？狗袂使入去公园，对，放屎尿吼，伊爱怎么多放，伊就甲你多放。啊，中国人甲狗同款，爱怎么多放，就甲你多放。哦，所以中国人甲狗袂使入去公园，这是在上海的英租界、法租界。这个住宅区哦，
无欢迎中国人入去，因为中国人个教，中国人等于教，哦，啊，咱台湾人二二八，咱损失偌济人，他都有小可介绍，人口的3%，啊，到底国民党带偌济人入来？我讲一个数字，恁唔知不听个？60万大军，不听个哦。国民党拄啊来时，伊讲伊率领60万大军，迄都是连囡仔、连查某人当中算下来，无到60万。中国人的话，一信的哦，高赛买家的哦，所以哦，60万大军就是一个他夸大的名词，安尼。这句话你安尼有相信啦？60万大军，伊其实带一个人吼，60万。哦，啊，我有去中兴大学迄个人口调查的单位吼去查，有两个讲法。到个汉奸的时阵吼，汉奸开始了，都无个中国人移民过过来台湾。这个时阵，中国人的人口吼。有两个数字，一个是60万，一个是90万，所以这两个数字较正确啦。哦，这是有学者去研究出来的数字。啊，所以要就一个人叫做林苗港，伊讲蒋介石就传200万的精英，那我连么200万的精英，迄种碰风的，哦，安怎碰风的？伊用个。伊用过一个户籍法，哦，甲你台湾人吼，鼓励你属福建省的、属广东省的，甲你分化，搁刷落去，哦，你若去做福建省的，做好广东省的吼，哇，你都会用做官，会用摕领薪水啊，哦，搁刷落去，即挂人吼可以就业，啊，甲即挂人甲台湾人结婚吼。哦，无管是嫁予台湾人，还是娶台湾人的时阵吼，拢变成中国籍。所以咱的秘书长就讲 ，people of Taiwan， 甲 people on Taiwan， 哦 ，on 是住在台湾岛上的人 ，people on Taiwan，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的台湾人。啊，你若本土的台湾人去甲中国人结合。啊，属什么人？就属有国籍的人，咱是无国籍的人，就变成中国人。所以这挂中国人爱排除在外，吼、哦。就是讲，阮以前吼、哦、在学校吼、哦，那要做老师吼、哦，你袂晓讲北京话吼、哦，袂使教。啊，所以台湾人拢袂使做老师。啊，我咱即马讲袂晓讲台湾话吼、哦，讲无好诶吼、哦，袂使教。嘛，即句话嘛，该撇撇过去，安尼都知影讲，咱以后代志要怎办？吼、哦！啊，咱的财富，台湾钱用卡目，哎，怎样歹势？即摆连找一个头路20000外块都遐困难。我大学毕业的时阵哦，迄阵的头路是1000几块啦。四五十年前哦，1000几块，哦，银行差不多1500块，啊，因为我去阿多啊公司5000块，啊不得了，哇，欢喜个，哦，啊，即阵哦，迄阵节节上升呐，哦，啊上升，啊到个即阵节节下退，在乎多跌，咱的多跌嘛受到摧残，咱的即摆在学着中国的歹处，哦。中国人无咧守法，无守法律，哦，即挂代志咱来来，哦，咱的人口正确的比例应该是安怎算？正确的比例吼、哦，咱晚清时代，晚清时代是1683年到1895年。213年的中间，这是晚清统治台湾。
伊在统治台湾时阵，鼓励一项代志，叫做族群戒斗、族群戒斗。第一个就是漳泉斗，漳州人甲泉州人，恁落去相台，因为漳州人讲的话甲泉州人讲的话哦，说法无同款，安尼恁无同台。第二闽客斗，婆罗人甲客人落去台。第三对县级斗，你彰化县甲嘉义县擂台，哦，族姓斗，啊，姓林的台姓王的，姓王的台姓陈的，哇，恁拢甲你鼓励啦，哦，啊，一个第五行客客斗，什么叫客客斗？就是客家人台客家人，叫客客斗，哦，恁可能唔捌听到，讲啊，那我叫客客斗，啊，啊，客客斗就是安尼。啊，过来同业斗，同业第一人哦，有迄个挑夫的哦，哦，迄阵是用个挑夫哦，啊，一帮甲迄帮啊落去抬，安尼抬对本省政府有啥物好处？你爱想着伊有啥物好处，他叫在鼓励你安尼族群械斗，哦，当然有好处咯。本省政府。来在统治台湾的时候，三年官两年末，做三年的官的时候，两年啊，两年还未到的时候，落地啊，哎，地啊，满满满，那叫做三年官两年末。哦，啊，那干那先来做三年那年，因为你若做较久的时候，康熙皇帝惊，这挂人变做台湾化的，去了后，甲台湾融为一体，再来翻清。袂输吴三桂，哦，袂就去做混南王，袂就转去十年啦，人都去翻满清啊嘞，伊惊呢，所以甲你族群甲你分割，互恁小台啊太太的时阵哦，你都袂去革命，啊袂革命，我这贵老爷我都做个真好势啊嘞，我贪官继续伫里贪我三年为止，哦，这都、就是。族群械斗的主要的理由，哦，啊，这个族群械斗，应该即阵来，即卖毋是叫做族群械斗，都甲你省级区别，哦，甲你区别，哦，其实咱们台湾出生的应该拢叫做台湾人，啊，但是伊都安尼甲你区别，甲你划定真多界线，互你十八趴这边有人领，这边无人领，啊，这边有补助。老兵有补助，这边台湾人今朝一斤卖两块，哦，所以安尼甲你划分嘛，哦，这就是你爱知影讲，即个咱这个族群哦，受到人的迫害，哦，啊，这个人口的比例哦，就是根据迄个马街病院林玛丽的数字。咱台湾人有85%是属平埔族，啊，这点我有一个所在通来证明。迄、那个我2006年出版一本书叫做《奴隶奴隶》的时阵吼，有去调查吼，2045年美国的国家标准局所发的迄、那个。专利证书中间，美国人80000件头一名上翘，第二名什么人？日本人16000件，第三名德国人9000件，第四名台湾人4000件。啊，但是我的算法无同款哦，我的算法是安怎算？美国人除他的人口数用能源，所以伊差不多300名。有一个发病，第一名。台湾人除掉人口数了，是270个人有一件发病，咱台湾第二名，日本第三名，啊，德国已经在后边。啊，台湾，咱要申请这专利要用英语的，咱那是用个汉文的时候，咱可能摊头一名是咱。所以，咱台湾人是世界上巧的民族。
因为咱有大量的混血，大量的混血，最近你报纸你看嘛，知影，真侪发明的金牌拢台湾人提起嘛，迄毋是政府的咱呢，迄是咱个人的智慧，哦，咱台湾人世界上强，哦，所以咱的这个人口的比例，加这个面部族，哦，混合起来吼，啊，加其他的族个混合起来，咱所产生的囡仔特别较强。咱台湾吼，即摆上重要就是讲，咱一定要有国际介入。美国的独立战争吼会赢，是虾米原因？毋是讲华盛顿的军队较强吼，啊，拍倒英国军队，啊，英国军队嘛会使阁增兵啊，阁加军队来美国啊，来甲咧战啊吼。咱伫1786年的时阵，中华林松文起义的时阵哦，是甲满清兵拢台死哦。满清战书，满清为国来派兵来，一处派兵，中国兵输；二处派兵搁较侪万，几十万人搁输；第三次为中国经常用的军队。来打台湾，啊，结果第三次吼，林松文输去啦，吼，这是咱台湾要建国的过程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比例啦。啊，美国嘛同款哦，美国头一次就伫美洲大陆的这个英军吼给打败，这是事实。英国是世界上强的国家咧，伊敢遐退退，故在你去独立。伊绝对派军队来，但是美国迄个时阵吼，要求法国出兵，法国专出兵，甲这美英国讲，你若派兵去美国，我都甲你输赢，我都甲你接。所以英国无阁派第二次派兵来，所以才予美国独立去。所以你爱知影，这个国际介入吼，国际介入吼是真重要的代志啊。这个重要的代志就是讲，咱即马共款，你无管当地人吼会成功吼，伊脱离伊是本来是规个印尼是荷属啦，荷兰管的啦吼，但是当地人即个所在是葡萄牙人管的，啊，所以葡萄牙就当地人即个所在，啊，结果印尼的军队都该即个都该咧太太好势啊咧。但是澳洲军队来帮战当地人的独立，但是独立了后，这第二次世界大战真奇怪的代志，就是这个新兴国家独立了后，贪污腐化的情形更加严重。哦，阮细汉的时阵哦，看到菲律宾人哦，叫做吕宋客，是真尊重的时阵。讲这吕宋来的人客，吕宋客，啊，即马看到菲律宾人叫做啥？菲佣啊，我天差多啊咧，哦，这吕宋客一个是菲佣咧，哇，你看差多无？哦，啊，原因就是菲律宾哦，家己自治了后吼，贪污腐化，哦，马可斯因某有3000双皮鞋，我去美国看迄、那个。就电视猜有奖猜猜谜，有3000双皮鞋是啥人？大家拢知影，马可斯夫人。一个人有3000双皮鞋，你一日换一双，嘛都爱换10年。一日换一双，爱换10年。啊，你有3000双皮鞋，你敢免三千领的大衣，3000领的内衣，3000双的迄落水衫，哦，不得了。所以这个国家无去要变散落嘛奇怪，啊！就讲啊，正吼，先说爱讲正小代志。这个哦，宋美龄吼贪污啦，伊安怎贪污？和杜鲁门总统哦，马蒋介石
全家都是贼。这有历史记录，你来查看下就知道，那全家都是贼。哦，咱来讲清楚，因为这个宋美龄是美国人哦，英语是一定的哦。去美国国会演讲，哦，美国国会讲，哦，你在对抗日本人在作战，好，嫁付你十亿美金，哦，这天文数字，十亿。头一项先嫁付五亿，先拨去你遐，你要拨几多啊？拨来我的宋美龄的，会广东银行嫁去广东银行，由广东银行用个官价汇率1:20汇去重庆，啊，五亿拢爱汇出去，安尼解决啦。安尼有公平无？表面真公平啦。其实呢，乌市的吼。的汇率是1:1600啦，你看这边是天差多，1600除差80倍，未必嘛？啊，你全家都是贼嘛？啊，都五亿都该跌落跌下落去安那尼啊？所以宋美龄哦，所以干那提五亿来，刷落去五亿，无人要给伊啊！哦，你爱怎讲有这款的代志哦？啊，宋美龄买酒离开台湾，的时候听讲伊行李唔来几十箱的迄个故宫的宝物哦，啊，第一走。哦，啊，蒋经国算讲伊的囝死去的时候哦，伊来等来等看都不看，但是孔二小姐破病的时候，伊都为美国飞回来，什么理由？孔二小姐，您知道嗎？燕山飯店的那個算說幕後的董事長，孔二小姐哦，依據宋氏王朝哦，寫說這個就是宋美齡的那個私生女啦。啊，老爸什麼人？真可能是叫做吳國桢啦，吳國桢啦。这拢是野史记录，但是可靠性也相当大啦吼。这都是咱即摆都国讲，二二八会发生的原因，因为生活水准、道德观念等等差真远，吼、哦、啊爆发，全从头到尾，啊刷落去，中国人就派兵来给你抬，吼、哦、抬死3%的人口。安都克服了，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诶留落来就是讲是一个悲剧，哦，所以叫台湾人政治摩擦，哦，这款的代志，哦，这个就是我的通讯处哦，这个上重要是这个物件爱抄起，您。聊聊去看吼、哦，为荷兰时代的台湾历史，吼、哦、啊，陈成功的台湾历史，哦，晚清占台湾213年的历史，哦，啊，日本时代的台湾历史，咱日本时代吼、哦，我迄本书叫做是伟大的台湾人，啊，台湾人都有得伟大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即咱甲中国人来比较。哦，日本人在1895年派兵到个台南，开6个月的时间，开72000名兵，哦，用6个月的时间打个台南，啊，是讲打个台南，讲按台湾规个拢已占起来了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是35000平方公里了，吼、哦，但是过30年了。日本兵派20000人去中国东北，开2个月的时间，甲平台湾大130几倍的所在占去，哦，诶，东北啦吼，啊，人口阁加咱毋知30-40倍的人口就占去，啊，若阵啊讲住喺中国是东北是台湾人的时阵啦吼，
日本要开216年到法都拍个，啊，中国可能2个月都砍少啊。好，咱这个部分哦，啊，即摆咱刷落，咱来看迄、那个，我另外一本书写讲这个奴隶吼，因为真爱甲奴隶哪有关系？台湾人受到外来压迫，哦，心内有这个不平的所在吼，啊，到底不平在多位吼？所以我有写到一本书叫做《奴隶》吼，这《奴隶印》吼。今仔日的定义啦吼，除了身躯无自由是奴隶以外，但是咱爱搁考虑思想上受制于人，变做别人的工具嘛是奴隶。咱思想上，就讲吴伯雄，迄都是奴隶。伊无台湾的心，因阿伯去予国民党台死吼，啊伊还搁真欢喜，哦，退国民党来咧努力吼。为了予咱台湾人了解家己的思想，是毋是远离奴隶？哦，你若家己感觉你无即个现象，甲你恭喜，你是堂堂正正哦，的一个台湾人。但是若发现某一个部分有奴隶的现象的时阵哦，嘛甲你恭喜，因为你知影举一反三，你是嘛是会赢啦，哦哦，你一定会远离奴隶啦，哦。这是印度圣雄甘地。印度圣雄甘地以穿这个衫哦，就是 untouchable 不可触的阶级，这是奴隶阶级哦，就是无穿衫啦哦 ，untouchable 哦，印度。明明哦是奴隶，但是当官的奴隶，在奴隶圈中享受着奴隶的特权。敢若对家己的部下发脾气，对伊的主人，也是伊以前的主人哦，公顺异常。你若拄到这个人哦，哦，你就甲这本书解讲，你就是奴隶。这个就是你使促使人性战胜奴性的战将。因为真侪人哦，明明家己是奴隶，思想奴隶，但是还阁真欢喜，哦。啊，佫叫人大家斗阵来做奴隶，吼、哦，你爱去个纠正，吼、哦。这奴隶这个名词是定时都有，3800年前都有。第迄个巴比伦人吼，哦，抓着对方的一兵啊做战俘，啊，就该叫做奴隶的工去做苦工，啊，迄暗棍啊吼，啊，迄啰。迄啰布红红的铁啊，哦，该断 A B C D 该断个颔骨啊，哎，断个身躯个，吼，吼，即款个吼，啊，你一生一世吼，都是虾米人管？哦，到个15世纪个时阵哦，即、這个西班牙、葡萄牙兴起，美洲大陆需要劳力吼，为非洲。黑人哦，带来美国做黑奴，所以今仔日也阁有一个现象，就是伫美洲大陆的加勒比海有迄个海地迄款国家是黑人国，哦，原因就是其实遐是拢是黑人哦，奴隶的集散中心啦，吼、哦，哦，过去的奴隶。是在暗棍啊，去予小红的铁落上哦。这个是一张图吼、哦，是17世纪吼，欧洲人吼、哦、在非洲掠黑奴的一张图啦吼，甲、哦、黑人掠着，啊，就叫伊做工。
啊，即嘛是一个努力吼，啊，手红手链啊链条的，这是咱看者就知影。啊，你看一个努力吼，身躯去用拍甲即款型吼，哦，啊，这咱也爱知影讲，当时吼，非洲安怎运这黑黑奴来美国来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，啊，所以。啊，海地这个所在吼，就是变作真重要的。黑人哦，先来遮蹲，哦蹲一千个，啊再聊聊分去美洲大陆吼去做迄个棉花工人上多啦，哦，嘿，啊，但是咱爱讲的上重要，就是讲印度的奴隶，印度人吼。是这个世界人口第二大，吼、哦，伊有一种制度叫做种姓制度，他配了宗教和广大低阶层的人甘心奴役一辈子的制度，会啥人要做人的奴隶，做一世人，有、嗯、印度奴隶，印度用个宗教。讲吼、哦，人分做四个阶层，吼、哦，哦，四个阶层哦，就是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、娑陀罗，哦，咱较简单讲，第一级、第二级、第三级、第四级。第一级和尚，官；第二级嘛是官，是迄个国王、军队，哦，即、这个职员。第三级是百姓。哦，做生意人，第四级奴隶，啊，但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级拢白人，白人的人口无占着黑人人口一巴仙，同款，无到一巴仙的人要安怎管理遮侪人？甲你讲，你好好做一个奴隶，后世人甲你升一级，就是讲这轮回啦。所以基督教无在讲轮回。啊，但是这个婆罗门教就是在讲轮回，但是轮回丢唔丢，咱无管你。但是去予当官者去用，就是讲你好好做一个奴隶，后世人甲你升一级。啊，你即摆就做我的奴隶就好啊吧。啊，后世人有，后世人无，后世人得阁讲啊，对不？哦，这就是注意这个重点是啥？因为这个五千年前哦，有高度文明的达罗比涅人哦，在印度河就形成了古代的文明哦。啊，约三千年前，外来的雅利安人就去印度啊，占着印度啊，这个雅利安人人口无足欧人的人口1%。咱印度人是黑人呢，咱叫黑印度啊，哦，啊，所以无到一拍算，伊创这个制度来甲你奴化，互你的思想哦，去奴化去吼，哦，就是这款的制度，哦，来，咱即马个，哎呀，哦，这是这印度这白人啦吼，你看得出来这白人吼。哦，这是咱在讲的这印度，印度是一个次大陆真大的所在，即嘛人口听讲嘛十几亿，哦。婆罗门第一级的，是白种的雅利安人。以掌管神权，哦，垄断文化报道，哦，在社会中地位上高，是白色做代表，哦，啊，伊朗是雅利安人的领地，哦，定哈，啊，紧，这都是哦，这 Arabian Sea。这阿拉伯海，哦，这伊朗大概是在这搭，
啊，这印度就在这边啊。婆罗门、刹帝利这两个高级高阶种姓是社会通底价，依靠剥削掌握占有全国绝对大的部分的财产。第三级费舍，第三级用个黄色来代表，这是印度社会中普通劳动者、哦、是雅利安人中的下阶层，包括农民、庶民加商人，伊爱交税，头前这两种拢免交税哦。哦，上面三个阶层，哦，西奥六会使各再轮回，轮回再生为原来的种姓，称为再生族。就是讲，伊这法律嘛定啊真乱嘞。伊讲，你第一级、第二级、第三级，啊，你死了啊，你嘛是啊个第一级、第二级、第三级，哦，安尼意思啦，吼、哦，啊。首陀罗第四级做奴隶，吼，你就是一生族，你死了了就无法度再生，哦，啊，以上四级还有一个叫做不可触及 ，untouchable， 这 untouchable 四个种姓袂使互相通婚，哦，啊，但是那无同款的男女，无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。看作贱民，或者叫做不可触，哦，这不可触，干那会使去收垃圾物件，干那洗衫、扫土、扫街路、厕所、搬垃圾、火运尸体、清理动物尸体，哦、啊，得婚丧中击鼓，哎呀，弄过嘛，我看个真衰嘞，哦。这白色的穿白色的，这是第一级的人，哦，啊，这黑人，啊，那个老外西，啊，贱民哦，对国定种姓要表示恭顺，但保持距离，避免接触，甚至也影，迄个跟照着伊一个人的人影吼，嘛袂使去加这个平较高级的人去接触着，所以身躯爱炸叮叮啊，啊，行路路叮叮叮叮，吼，讲、哦、哎、欸，我是贱民来啊，吼，卖去我目着恁衰，吼、哦。印度即马都2亿5000万人不可触，吼、哦，这你看这样欺负人欺负个这款的挺多啦。这婆罗门无代志，他们遐的，那些创业啦哈，啊，这是牧师啦哈，刹帝利哈，这是因的牧师，啊，啊，这费舍，这费舍是生意人，哦，这卖米，啊，啊，啊，这黑人哦，这退白人的税卡啊，是这创业，啊，啊，啊，印度。大个所在垃圾鬼鬼，我最近去印度行一撮，确实有影安尼，也无进步，哦，即互你看就讲啊，即印度是生活伫即款个所在吼，新垃圾。去印度甲我讲，莫食遐个水，食遐个水吼，你会漏屎，所以阮拢食矿泉水。所以吼、哦，伊这个制度是安怎？咱啊家己要注意，伫台湾是毋是咱有受到国民党的教育？讲你即世吼，你做奴隶都做惯事啊，吼、哦，后世人甲你升一级，吼、哦，类似的言论爱注意，往个轮回。我看报纸看人讲。你讲啊，你会晓相命讲啊，你会先做，你是将军的，你以前顶世顶代是大将军的，还是
大公主咧吼，啊，甲你乌白乱弹一边，啊，免相信伊吼。即吼，讲一个法则就好了吼。即个吼，你拿迄个高级的人吼，高一阶阶层，反作恶，说高，喂，啊、哦。高级层的人犯罪吼，啊，伊会使用的法律吼，敢若讲罚到50块，哦，罚30块就解决了。啊，那低级层的人讲，哇，你用个多一支手吼去拍着人，啊，迄支手该剁起，类似安尼安尼讲法啦吼、哦，就是这个无公平的制度啦吼、哦。四个阶层在法律上吼、哦、真无平等啦吼，无要紧。哦，即知影就好了吼、哦。即嘛印度嘛进步啊吼，嘛会使投票啊咧吼，但是会使投票，诶，印度买票文化，诶，比台湾较厉害，不较俗。哦，用个新台币50块，就甲你买一张票。哦，啊去投予即个甲你奴役的人，吼、哦，即有发生即款的代志吼，真普遍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嘛无法度一时间落来改改良，啊，无法度一时间改良，吼、哦。因为伊讲哦，下辈子才可以翻身，所以目前吼、哦，你要好好做一个努力，哦，所以予即个种姓制度。阴魂不散，所以这种姓制度也搁在遐，哦，这就是吃这个啊，印度人买票文化盛行，甲落来制度同款，哦，伊有吼、哦、1/3的人口，每天生活费吼无够1块美金，也搁有1/3的人口。无够2块美金，文盲35%以上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印度未进步的所在，哦。啊，即马即个路咧，即个讲煞，就是讲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虾米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？就是伫1973年8月23日，伫水电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个抢案，这个抢案哦，抢匪跟这个警察对视了5-6天，啊，结果抢匪去用抓去，但是啊，那奇怪，那来对银行的小姐哦，过来保护这个抢匪，啊，西方世界无法度通计算。你即卖已经自由身啊咧，无强盗无在你的边啊咧，啊你对法院的法官讲话，佮来保护，迄强盗要佮甲强盗订婚，哦，啊这无法度解决，所以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，无法度解决，啊这个啊发生伫台湾，哦，类似吴伯雄，你都领导都去让人抬死，啊！你阁无该，无要想要报复，啊！阁去做伊个顺民，啊！阁对伊个努力，啊！阁对伊讲好好话，啊！是不是就到这边？这就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，即嘛大家爱注意。哦，我看话咱今日讲甲遮吼，位置有啥物问题无？哦，那无问题，咱就安尼吼，啊，准备后节课开会吼，哦。